我们先打完麻药，我们再动。 包扎好了，缝好针了，你看。包扎好了，真的可以走吗？不要勉强，就是勉强。没事没事，这我这个是这样子，就是你看着很恐怖，但其实它没有伤到骨头，也没有伤到神经，它就只是口子比较大，等于是皮肉伤，它就缝合好之后呢，就没事了。它只需要你就是注意点，不要沾水，然后14天之后拆线就全好了，也不会留下后遗症，对，没什么问题。 我是觉得给大家添麻烦，本来是好好录个节目，你说添麻烦。我宁愿疼一些，我都不想痛。我觉得这个夏天我很开心。